见证对柯师傅涉嫌违法图利，威金集团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20%的利益，估算高达约111.7亿元，认定属于犯罪所得，应该没收。如今北院裁准，拥有金华城土地的鼎悦开发不可买卖，也不可移转土地。而针对北检申请扣押金华城土地获准，鼎悦母公司的中石化公司在昨天晚上就发布重讯，强调将提起抗告来维护股东的权益。至于对于是否呢要求金华城停工，北市府的发言人英伟表示，尊重北检，也尊重法院的裁定，等市府收到了法院裁定书，并且仔细研读之后，会做相应对的处置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